好，各位员还有我们次长还有各位官员今天我们的差异协商因为院会现在正在进行投票的表决了那蔡培慧委员有提出一个修正动议，那我们就把蔡培慧委员的修正动议跟这个今天协商了我们就再择期来召开或者是我们全案送给苏院长来召集党团协商了好不好？那因为今天院会还在处理，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就这样处理，好不好？然后那各位官员可以在那边用餐，然后院会结束再继续进行办公。那我们今天的协商就暂时到这边，散会。好，谢谢。